pick up the slack， 意思就收拾烂摊子收尾的意思。slack 就是我们拽那个绳子的时候，如果绳子没有拉直，那个弯下的部分我们就叫它 slack。那就有 slack 就说明你没有使劲嘛，所以 pick up slack 就是别人没有干，所以你必须呢 pick up slack 就是你呢收拾这个烂摊子，你在收尾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如果你听到说一个人是 slacker， 就是 slacker， 那就说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烂人，是吧？你千万别让别人说你是个 slacker， 那就很麻烦了。好的，我们举个例子。Everyone left work earlier today, so I had to pick up the slack and stay late. 就是每个人呢都提早下班了，我只好留下来呢收尾。好，今天学了 pick up the slack， 就是说收拾烂摊子收尾的意思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请点订阅并转发给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会每天更新。谢谢。